清净法身宫殿中，前结千位佛陀众，出圣报身金刚持，化身释迦牟尼佛。今日请教虚空中，开宗宣说持教法，佛子弥勒菩萨等以及八大佛子众，今日请教虚空中，因劫陀出尊者等十六位大阿罗汉，今日请教虚空中，圣者龙树菩萨等南瞻部洲六庄严，今日请教虚空中，具特萨勒何等众，印度八十成就者，今日请教虚空中，红色德山重顶处大慈明者莲华生、永护空行母等众，今日请教虚空中，喜足周率天空中具德燃灯佛以及至圣中克八大师，今日请教虚空中，亲近空行乍土中若杂马尔巴一师成就者密勒父子，今日请教虚空中，利乐善道指引者胜利来源处总尊葛当传承诸上师，今日请教虚空中，确望上师等诸众尼玛传承诸上师，今日请教虚空中，月光童子等诸众格举一切诸上师，今日请教虚空中，萨千姑尼等诸众道果传承诸上师，今日请教虚空中，假朝客主等诸众道次传承诸上师，今日请教虚空中，能除无明黑暗者以及君臣菩萨众一切义师般自达，今日请教虚空中，以大悲心来利他一切遍知金刚持传承父子等诸众，今日请教虚空中，悲给由大乐之宫殿中具得十轮金刚语圣乐金刚总摄轮圣佛前凡起金刚珍贵的马哈玛雅密集不动如来等护卫金刚等天众无上密续诸本尊，今日请教虚空中，金刚界大日如来于觉续等诸本尊，今日请教虚空中，毗卢遮那现正佛行部密续诸本尊，今日请教虚空中，如玉轮等眷属众四部密续诸本尊，今日请教虚空中，持誓言之于伽世赐予传授总成就所有本尊天众等，今日请教虚空中，悲给自法境界宫殿中护主六臂大黑天大阎魔王护法等，今日请教虚空中，大日如来之心中宝藏护主眷属等，今日请教虚空中，至外围大海岸边四臂黑天眷属众，今日请教虚空中，寺庙高山之北边多闻天子眷属众，今日请教虚空中，至南方阎罗城内阎魔法王佛父母，今日请教虚空中，东北头骨碉堡中吉祥天母眷属众，今日请教虚空中，至狂笑狮驼林中四面黑金刚化身是佛母眷属等众，今日请教虚空中，摄救今天法宫中持挺护法天众等，今日请教虚空中，至狮灵化身邪业狮灵族等眷属众，今日请教虚空中，马如之的狮灵中红遍玉主等眷属，今日请教虚空中，支那萨德绕塔区吉祥天母眷属众，今日请教虚空中，至持供碑的密林主婆护法眷属众，今日请教虚空中，至尼藏的边境中长舌五姐妹眷属，今日请教虚空中，从各自的圣地中娑婆十二地母等，今日请教虚空中，白哈星耀朵类等一切天龙八部众，今日请教虚空中，马千崩拉天神王至尊之九千东拉大天神窝德共结雅拉香波等诸众世间居住九尊神结于古等十三神，今日请教虚空中，独特念天堂天神三百六十眷属众，今日请教虚空中，此外于伽师徒之生神地神战神等，今日请教虚空中，太阳月亮等诸众一切星耀星宿等，今日请教虚空中，地之神母等诸众一切地主地神等，今日请教虚空中，此处地神帮神等，今日请教虚空中，